好，欢迎来到云顶教室。今天要教大家这个简单的长颈鹿。那它的材料呢，就是两条黄色的260020，一条正可可色的260075，然后一个五寸的顶印笑脸，两个五寸的顶印眼睛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拿一条黄色的260充气。一开始呢，先折一个泡泡，然后再做一个熊耳结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做两个环节。做两个一样大小的环节。然后呢，做它头顶那个角的部分。